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应该说各位霸王花团队的花粉大家好，我现在改成花粉、哦、对啊，因为我们现在是两人啊，一加一大于二，还有加林威廷老师，说我们就称了总称为霸王花团队的花粉你好、哦、前顶这树也赚钱可以很轻松、哦、那接着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哦、又来到我们盘后的节目、哦、老师恭维再倒过来、哦、忘记跟大家问个好，周末愉快、哦盘后的现在是盘后的节目哦，与钱同行选股真功夫哦。那因为我太高兴了，所以讲什么都对，那也都随便，就是不要随便，应该说我们很诚恳的告诉你，就跟上就好。因为这个行情的确对一些不懂的人是很难操作，但是最少你要把什么，把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个独创的霸王花操盘法，在我们的林威廷老师的帮忙之下，总算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智慧型的选股。我们也是有 AI 智慧型选股，这样子可以一条龙的把一些股票帮大家筛选出来。因为这么多档股票都快2000档了，1800多档以上的股票，你要挑出钻石真的很困难，要寻宝寻到什么，寻到那个真的听了欧一遍你还是寻不到。所以记事本，笔记本里面，就是记事本里面，你有找到我给你的钻石吗？钻石有时候要什么，你要每啊，对，当然要鼓励大家要加入 Light， 你要加入我们团队的 Light， 霸王团队的 Light， 绝对跟别人非常的不一样，不是跟你做行销，我们是直接告诉你，如果你这个地方想找一些资料，这个地方是你最好的选择，如果是第二没有第一。那当然大盘这个地方最重要，今天我们有三个大纲，那今天已经是八月底了、那当然今天八月底本身是一个今年最让投资人最痛苦的股灾的月份，但是现在已经全部一切正常化了。只要你度过那个8月5号的8月6号 19662、那时候你没有被人家踢掉，就是断头掉的人，那当然那时候很多人是真的很辛苦，但是实在那个地方再回想起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绝佳的买点。那从那地方开始做到现在，我们本月份的一个股票真的是一档接着一档赚了相当的什么，相当的漂亮，而且素雅真的就是素雅，现在就像前顶一样。今天8月30号，最本月份的礼拜五刚好最后一个交易日，那前顶就这素雅啊，直接就给你送给我们钱赚啊，而且这也分享给大家过啊，赚钱轻松哈，很素赚钱就轻松哈，前顶很素赚钱轻松。那爆荒团队的花粉，好花粉，好现在河粉已经总概称为花粉哈。你一定要去做动作，不要对花粉敏感的哈。那这个地方接着，当然我们第三段还是要告诉大家，你一定要赶快把握我们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方案哈，因为我们的热线已经早就已经很多人都是，你越早来越赚越多，你越晚来还是要赚钱，但是总是财富重分配，就常你能早知道，为什么要等晚知道啊？那接着调高高，实际上调高。辉达的目标价很多、很多很多外资法人都调高了辉达的目标价，所以中小型股这个地方当然在大盘这个地方更是出头天，强强贵，然后包括 MSCI 今天也调整我们的权重，这地方是我们的今天的大盘的一个方向。那当然调高辉达的目标价，这就很重要的哈，因为这个辉达这边就有一个反压线哈，我把辉达股价给大家看一下，这美那个辉达 Nvidia， 它这条线哈，真的说实在，目前大家看一下，大家已经在收敛了哈，这是它的反压线。那不管它的一个季线，包括这边还有一个年线，现在已经变成在这个地方已经结合成一根红 K 棒哦，红 K 棒。那当然这个地方你知道说，昨天它是呈现一个下跌的很可怕，好像7%，跟实际上你看到它的线形，这是应该，因为它收敛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跳空下跌，然后接着这个地方就是守在一个季线跟年线这个地方，所以告诉你说整理嘛，没什么。那包括这目标价，帮你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每一家都是从120调到145，
包括100是调到185，哦，字很小了，实际上我自己也看不太，但大概就是说每一家公司的目标价都往上做调升，把辉达的目标价，我想大家今天看报纸也都看到，都调高目标，甚至有调到180，哦，包括这个地方还有，哦，最低最低最低我看一下是140，哦，140，哦，那现在的股价在哪里？当然它也还没都还没到，都在110块左右，哦，这个地方100在这个地方，哦，就在这边115块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再做一个整理。那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这个压力线的话你过的时候就知道它很厉害。那这会不会过？当然这已经收敛到最后了，差不多它也是跌无可跌了，哦，所以这辉达告诉你什么？昨天辉达的下跌是大家预期中的事，而且以现行来讲本来它也要回来做整理，所以为什么今天台股可以逆势上涨，而且涨停板股票也相当的多，哦，甚至不用涨停板，你要赚钱是真的很容易，就只要跌的时候去买就可以了。那主要就大家都已经知道预期的消息它就是要跌，所以这反而什么就利空就出尽啊，利空不是利空啊，就 bad news is good news 啊，所以反而是 good news 已经出来，所以你再全部调高啊。那接着这个地方当然你要注意一下，为什么一直告诉你说这个中小型股在出头天，是在大盘真的最好赚，还是在什么贵买指数已经创了八月新高，所以我们跟你规划的股票进来为什么可以这么强势，因为我们都是领先跟你规划一些小尖兵，哦，所以大盘这个地方指数你如果单单看加权，当然你会觉得哎，加权好像都一直在整理在整理在整理，但是你看到贵买指它是创新创了什么，创指数是创了八月高，哦，八月是最高的，哦，这个地方。那融资水位当然也在低档，也就是说这行情是以盘代跌。那以盘代跌意涵在哪里？就是告诉你往上要往上还是往下嘛。那答案就出来，贵买都已经往上，怎么可能往下嘛？而且所有的消息面不好了之后，就在这个月已经全部都已经跟你都已经修正完毕了嘛。中段整理已经修正完毕了，那接着今天大盘当然 MSCI 的调整之下，它本身爆量，啊，这是应该的，所以这个地方晚上当然还有一个 PCE 的一个数据，还有包括降息的到底降多少，实在这我觉得还好了，这个没什么重要，但是毕竟台股的那个道琼已经创了一个新高点了嘛。那今天最强在散热跟 CPU， 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这个前景就是 CPU， 而且是素颜赚钱轻松，哦，现在是情商，你就看节目就好了，只要你有愿意去买的啊，等一下又会怎么样，到8月28号他都还什么，我们都还在买97块，真的啊，股票好的就是一直去买持续买啊，买到他买到什么，买到法的成本，不要追高他的成本就可以了，那只要你的成本可以领先法人，那还有什么可以怎么会不赚钱呢？好，所以为什么今天没有什么弱势？今天我看不到什么弱势股，不好意思哈，真的看我所以写不出来哈，只能看到我们都看到亮的，因为最亮眼的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尼德科超重哈，不要忘记它。今天的利多，我等一下给你证明一下，我们怎么给你规划的哈。独创霸王花操盘法笔记本，你的钻石记事本里面，哎，天天都有记事本哈，你一定要加到 Light， 然后自己大概八点左右的时候，记得把股票拿出来，有些股票很雷同，我会持续的写哈，我们会持续的去规划，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好，而且还没涨到，我们会持续跟你规划，所以你要持续的耐心去等待。那如果是我的话，当然我跟你选的股票一定什么可以点到就涨，因为投资们最要找的什么，就是哎，马老师你什么东西要买股票？那你的人气很旺，那会员有信心团结一致的买的话，那后面会有个筹码，会有人在买的股票，目前行情最流就这样最好赚钱，现在赚钱很简单，就那个嘛，就美感嘛，就是领先消息嘛，你有没有消息嘛，啊，你没有消息最少要我要什么，要我帮你的，你来拿我记事本的钻石的话，这些东西不是单单技术线去结合出来，我们已经告诉你这就是霸王花的操盘法哈，所以霸王花的操盘法会让你成为很霸王啊，哦，霸王啊，霸王代表什么，就是就像什么就最高等级啊，所以花粉们，哦，霸王花花粉们你要霸道横行，就是要从底部进场，
那现金为王，当然这个地方跟你讲得很明白，你就不断的要把你，对，这件事情还是要常提醒大家哈，你为什么会，你的钱不能一直滚下去，你要把你的钱抽离出来，就是赚的钱抽离，你要做一个资产管理配置。你为什么到最后都没敢无感，而且什么你不敢去看我股票套牢了，因为你太急于卖出了啊，在卖出之后急于进场，那你买的你卖掉股票又急于进场，你干嘛去卖呢？那你每次看到股票只要一天不涨就受不了，就想把它卖掉，卖掉也说哎我有钱我想卖股票，所以常常你会造成你的资金会变成越来越什么赚不多嘛，所以当大盘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大于大盘的涨幅嘛，所以常常到最后就是成为套牢一族、哦、那我是要希望你能花开富贵，我们叫霸王花团队，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些真的有，当然是你买好公司啊，好公司让你什么，就是可以买在底部，你可以赢在起跑点，包括大盘怎么挣也挣不到你的，所以你要我霸王花操盘法已经整理好了，只要是你是我的花粉，你可以去记事本拿资料，你也可以与钱同心，直接打电话进来0803788，加入我们的一加一大于二、哦、这个地方全部投顾只有我们跟你做账把心瓜，带你去赚市场上的钱，不是要你的会费，是要你赚市场上的钱，你希望你能听清楚，你没有赚市场上的钱，我赚你的会费有什么意涵呢？所以他跟你讲说你想清楚再打电话过来、哦、我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会员，你可以直接参加我们的 LINE 参加我的花粉就好啦、哦、你直接看我们的股票、哦、那以前是河粉，那现在我们是团队啊，当然是称为花粉啊、哦哦、所以花粉们加油、哦、要真的好好的自己加点油、哦、股票找我拿晚上就有了、哦、那当然你还是要花点时间去整理、哦、那如果你觉得哎呀这样好麻烦，我不是专业，那你就交给专业就好了。好，看一下我们8月23号的股票，当8月23那天当天你好好去看看，包括这档还有个长华，目前已经好几档，你说老师啊他贼低啊啊没有哦，你当哎，那你去叫你老师做做看，你设飞镖哦，在黑板上还要设1800多档，还不见得设得到，我直接把你整理到这样子已经很明显，而且有些股票是持续讲的、哦、持续讲，包括松上涨到今天36块、哦、虽然尾盘是收低32块，短线周末给人家愉快下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的啦、哦、那3163的波罗我已经跟你讲很久了，也延伸到前顶了，那尤其是永光包括这个长华呢，好、哦，没有跟你讲嘛。昨天林老师应该在这个节目上还特别跟你提醒长华，也是一样跟半导体有相关性啊。那永光也是一样啊，都是因为相关性，半导体材料包括上游的原料都是一挂的嘛。所以说股票说是在台积电所延伸的概念的相关的周边所有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所以有些过去你跟不上，你现在可以跟上就好了、哦、可以跟上。现在原相也蛮强的，原相也蛮强，但原相今天不跟你讲，就因为它已经来到200多块，以前我跟你讲原相才150块140、哦、那这杯股票你可以持续，单单8月3号就给你 bingo 了、哦、就给你 bingo。 昨天永光涨停板，今天永光开了创了破段，现在再拉回，那这些股票还不可以买？当然，这个股票未结束，破烂怎么可能结束？啊，短线上我不是跟你讲10%、15%，你做个获利了结，一档一档来。所以你自己好仔细看，你一档一档的操作，10%至15%，一直涨，就像前顶，现在已经赚10%以上了啊，再超过了，那、啊、你就犒赏一下自己，就不要追了啊。啊，你说那还在涨呢？对，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投资朋友，你没有想清楚的地方。你钱是人是英雄，钱是人，你本身到底有多少钱可以真的压个波段？有些股票压波段，我记得昨天林威廷老师、小威哥有特别告诉大家，你想想看，很多人羡慕 Nvidia 的辉达股价涨到1000多万，然后分割下来1/10，还100多块。他当初涨到1000多块也是花了多少年时间，不是1年2年、欸、
不是一年两年哎、欸，他赚了，他涨了十倍，说要花多少年？最少三年以上哎、欸，你三年怎么受得了？你怎么受？包括特斯拉涨到一千多块也是一样的，他那个时间都很长的，你只要看到到后面哇涨过来，但是你连一个月你都受不了，不要说半年，所以我利用你股票低档的股票，你要压住，可以用你赚的钱去压。你不要管时间，好公司一定会花开富贵的。那包括平常你就维持一个强势股的操作就可以了。那接着那亚光，好提醒大家，这种股票你不能看坏。虽然从 17.525 涨到今天 28.1 拉回做这些，它还是在五日线之上。我已经很明白告诉你，我的最高成本。哦，最高成本，你大概现在26块以下就不能看坏了哈、哦。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因为这张股票是20几块的股票，很比较容易洗。20几块的股票，就像以前的哦，它本身在78年的时候，曾经那时很多人都还没出生哦，呵呵我就已经在337块哦。那现在来到这个地方，经过多少年？78年到110，已经30年了，好不好？三几年那时候，大盘已经从12629已经再涨一波，来了24416。那我请问你，不要说337了，它来到这个低档多久？已经磨了，不要说十年磨一剑，磨多久了？30年了、啊，苦苦等待啊！总公司又没有倒啊，当然体质很完善。那现在才20几块，那你想想看呢？这种股票会这样给你结束掉，它30年的大底完成在这哪里？大底完成在哪里？22块了，跟你讲真的啦，直接跟你讲了，就年线那个地方开始啊。那你大底完成股票，你觉得要涨到30-40块，它都还是个低价的股，你现在就把它看坏，它会不会太可惜了？未来你还要追高在28.1，很多人呢、欸，因为它今年是很赚钱的哈。我也跟你讲，我买在24.6附近。那而且提醒你，8月23就提醒你，那时候才收最低。那天8月23当天的盘嘛，我们送给你8月23当天的盘，永光它收最低是24.75而已哦。你买25块以下，你都赚钱啊！就昨天就涨停板，今天还在涨。你说哎呀，没有卖它，好可惜。哎呀，很多时候你张数多了卖一点，当然很好。那如果它卖掉之后，你确定你的钱一定买得回永光吗？我先问你一下。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股票要短中长线操作，短线也要操作，波段也要操作，包括价差更要操作。但有时候价差你要看看你的成本有没有办法拉大比价，就是你要把它拉到你跟法人的成本，你的成本一定要低，它怎么挣也会挣不出去。就像这张公司你也知道，它的业绩是好的不得了，今年的话上半年就赚了 0.28， 比去年多赚了快一倍。他又打入了什么群创的面板及散出型风，不是竟然这个月最夯的嘛？虽然今天有稍作拉回，但是他本身也为什么进来大家都在切入的面板及散出型封装？因为跟也是很重要啊，就封装很重要，跟半导体也有关系，跟台积电有关系啊。所以他已经业绩已经跟他打入这个地方，所以代表什么？获得外资连续的。哦，买买买，而且现在才20几块，这种股票一旦真的是，我告诉你，那真的，如果它真的是开始，股票是这样，越高越有人追的。那底部的股票很多人人爱啊，但是每次股票在20-30块是很会洗啊，我坦白跟你讲啦，哦，所以你要利用你赚的钱去压的话，我是觉得，哎，这种股票你搞不好你不小心赚个一倍哦，哦。赚个50%是一定有的，因为它打底在22块完成，你自己算嘛，3×5×1倍嘛，所以这怎么是高点？那短线上或许是一个短压啦，但是震一震还是要上啦哈。那预计9月4号到6日有一个国际半导体展，这个地方还没有开始，所以当然这一档股票也是一个一定为了下个月还是什么，还是一个。指标之一啊，所以8月3号送给你之后，虽然是24.75，也是在底部附近啊。好了，那通上要怎么讲？通上实际上这张股票我跟你讲了很早，
那那次讲的时候大概也是25-26块左右，结果它涨了一小波之后又回来，当8月6号那个是比较下一点，回到21.2。实际上我跟你讲，当我讲的股票一旦破底哦，它破底翻的力道就很强，在你这段时间它涨了15块，那一档股票从这个破底的这个破底翻这个底部涨上来，你觉得它会这样给你15，它有涨一倍吗？我现在不是要 push 你做什么动作，应该是说这档股票在30块那个地方是打了另外一个短底。所以我在8月3送给大家记事本的时候，它最低来到30.5，我们会员有买到、哦、有买到，有些人有买到30块没有再来。现在如果30块以下，我就给它全收了。因为什么？这个就是刻意的什么打压。如果30块以下就有点超跌了。它这张股票以前我跟你介绍的时候，真的没人要，25、26块，甚至我跟你讲28块，我告诉你不要卖啊，就什么好心没好报。你说我是报到21.2。哦、我受不了要卖掉，实际上现在回过来看的时候，底部还就是要磨死人磨人嘛，所以我就要告诉你说，你就利用你每一次短线的操作 15%、10%， 这样慢慢的累积下来，你有些低价股你就抱得住啊，抱一档松上，抱一档永光，你这辈子去哪里找那么低档的股票啊？而且这波行情是全面性的大涨，很多低价外股哦，虽然现在连那20几块股票都是什么，都是鸡蛋铜板股。以前你也知道，很多股票都像，不扯太远，很多股票都已经打到10块钱以下。后来什么？后来咸鱼大翻身嘞，它涨到哪里去？包括还有一档，有一档就是很多什么，像美丽达啦，还很多很多，还有包括你最爱的阳明啦，哈，那个跟我们的。我现在讲的就是大家自己耳熟能详，都把它当作一家好公司。我是没有，从来没在看的啦。我坦白跟你讲，真的，那些股票以前是差一点要变成全额交割股、欸，哎，现在每个人都啊，那一波获利好好，要买一点，我连买都不想买，钱呢赶快来现金为王啊。他可以的话，这种松上这种永光不是更有机会？你觉得我讲有没有道理？好，收上送给你的时候在30块左右，这个那天就8月20号开始就提醒你，那时叫河粉，现在全面性的改制，齁、哦、我们升级版花粉，让你花开富贵，霸道横行，齁、哦、让你不断的有钱进口袋，这样子的话是投资朋友最开心的，天天能赚钱，天天都进财，那日日开心就身体健康，然后人就是越来越什么越清爽。什么事都看得很开，就不会得到什么，精神科就不会这么多忧郁症去看精神科啊，心情不好才会看精神科、啊、你心情好怎么会好，每天晚上都像容光焕发，很多人说老师你今天什么精神越来越好，对啊，开心啊，赚钱那很开心，会员赚钱就是我最大 的目标啊，所以你看一个老师的面相，知道他会员有没有赚大钱啊？你还不来找我什么？我说赚钱可以很轻松，就跟上我们的霸王花就可以了。好，那松上今年的业绩也相当好，他已经给你公布了哈，7月份的营收创了今年新高，上半年1.1块0.8，现在做什么的？他在切入医疗，包括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这家公司以前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赏哈，是以前郭台铭。最重要的一个大将，那夏普是他去代赏去整合的嘛？那实在之前的董座就是代赏，啊，现在当然换了，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有 make up 的哈，有 make up。所以我那次告诉你，这家公司它不是一个没有钱的公司，虽然股价很低，时间未到，因为它 PCB 做电路板的，在测车用的小面板。所以大家看伊袂起，伊起互你看，我讲要一点，毋是起互你看。从20几块涨到这个地方，要不大跌哪有来这一段？把洗光光嘛，要散，因为一般散户都很敢买那个低价股，但低价股就特别什么，特别会洗。所以请你务必，这种股票就是尽量什么低接就对的啦。好，那接着当然松散这个地方已经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样子了哈。那长华你自己看嘛，8月3送你是51块啊。那今天到哪里？今天是64.5啊，
林慧婷老师也昨天持续跟你讲，持续讲，持续赚，持续赢，再买再赚再买再赚。昨天呢，八月七号跟你讲的时候，还有它也是面板级的封装啊，8070，哎，8070的长华啊，当然进来已经这一段哈，这一段啊，我们这个帅哥真的是也是喝过洋墨水的，而且英文他全部都看国外的资料哈，所以我找到他真的是。是真的是很辛苦的，花了3年时间他才答应我们的合作、哦、所以不要看他帅哦，不止帅还有很有内涵价值、哦、所以一切都有我们在，包括林慧婷老师的服务，一加一大于二，绝对会让你加倍奉还，让你赚到手都不敢，你都不敢相信、哦、所以现在我们是属于这个团队，你看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不要去怀疑我们，有什么问题直接打电话来或赖给我们团队、哦、是你最好的依赖的靠山。那普通会员的话当然很便宜，你找你的服务人员有什么事情、哦、尽量留赖 LINE 上给我，我想每个人都有加入我们的 LINE 才会参加我们会员、哦、那你如果是特别会，我们都会主动给你一对一的服务，单股重要，一档一档来，都会领先消息面的一个讯息。虽然我知道长华送给你，我不能叫你先买哦就好了哈，所以长华也是一种，它主要是一个代理先进封装的晶圆的很多重要的扩产哦，也是都相关概念股。好，那前提就不用讲了，8月20号已经送给你了，那还讲什么呢？哦，就这么强啊，强来惊死人啊！好、哦，好，那我们在8月20号也是92.3建立基本持股啊，哦，好，哦，量持续的放大。持续赚，继续赢、哦、今天有没有放大？是不是告诉你放大？所以95到97块之前，你都还可以再买8月18号，这样就好了。哦，知道我们的啊，今天不知道，今天不是随便，今天犒赏一下自己一点嘛，周末愉快嘛，一张也赚了，最少应该有10来块了吧？那和花粉们的话，霸王花的花粉，你本身的话。赚多少钱一定有赚嘛，因为它都涨嘛，我从我讲完之后没有跌过啊，只是这一段的一个过程里面是让你快点加一点太难跌了、哦、好，那林德科超重，你注意看今天的利多、哦、你自己看、哦、日电厂和、哦、水忍，那现在跟你讲8月18号涨停板，我什么时候跟你讲的？我从去年底就一直暗示你，还有 18.5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不会全收？而且包括3月6号就告诉你，他就是今天跟今天的消息一模一样啊，落后我5个月以上。好了，那这档股票到底该怎么操作？哎，反正那139、140很多人都不敢买啊，结果哇，真的到现在很多人都很想买。我告诉你，现在高点目前我是认为见到了403.5了，我坦白跟你讲哈。哦啊、发布这个利多对他股价是有反攻的力道，所以手上当然做。短中线 OK 的 OK、哦、那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一个3个月整理完毕，下月会反攻，所以下月这张股票会有一个很犀利的行情、哦、那包括当初我买在这边不是没有介绍给你、哦、那到今天你看那个利多上你要买什么位置，我只是这样问你、哦、剩下你想要领先这种消息面，包括你看我们的消息领先多久，所以背后团队的一个辛苦不是三月亮可以跟你谈，到今天已经半年了吧，当然这股价早就涨了一波，来400多块，我跟你讲的时候没人要，而且量很少，而且他公司还被人家减掉过，我说怎么可能，日本公司耶，尼德科操纵以前是吗，是一家台湾的公司被日本吃掉的公司，这样所以说他怎么可能会没有 AI 散热的单子呢？怎么可能会没有？现在不是答案都出来了吗？好，药华不用讲了，这张股票昨天涨，今天小涨了一下、哦、不要给它过40块，你注意、哦、这个我就不用跟你多讲了、哦、因为这个地方都是买点、哦、都是买点、哦、都是是买不是卖，我不知道你买在哪里，因为我从20块。以下一直讲到30块，一直讲，好，一直涨，一涨，涨，涨到现在，后来又回来45块，到底45块会不会过？目前我先不跟你讲答案，但是目前就是你一定不要追高杀低，
否则你会毁了。像当初我在买二十块的时候，多少两块三块卖光光，然后又追三十一块、三十六块，然后现在甚至有人还跟我讲买四十二块。好，没关系，你都给我先摆着，打电话进来。这样股票的确，目前本身是弱，今天是弱，是有点弱，好像回涨是有点弱，实际上它是强，已经弱中见强了。所以你机会来了，好好把握。这张股票也是在做一个反攻，跟尼德科操作一样。你先不要管45块会不会过，我认为它会过。但是目前低轨卫星的确有一档，有一档已经领头羊创了新高了。那今天也不跟你讲，就那现在今天时间的关系，这个耀华也是低轨卫星的，你只要记住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未来哈。它的低档也无多了，那就这样跟大家报到这边。那当然最重要哈，光阳科也是一档不错的股票，你可以注意一下。我今天资料比较多哈，也是靶材的资料。那接着这档股票拉回早买点六十块左右，会不会再来？我看机会是不太大哈，所以要找机会，在找机会低阶就对了。我觉得光阳在升阳半之后，我最看好的就是光阳科哈，贵光阳科。那跟大家报到这边，那当然未来我们的今天晚上还有一些送你的资料，天天都有资料哈。大于一加于大于二，当然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绩效。本月要下个月九月份开始，希望里面的绩效都有你的成分哈。你过去不能再回来，但我们可以复制成功的经验，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阵容哈。霸王花团队198+2，就是两人服务的意思啊。什么叫二？不是乘以二啦，是加二哈，加两个人一次跟你加倍奉啊。而且真的是投顾的创举，因为我们不敢你当白老鼠，我们就直接用最好的资讯，用最好的、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可以把钱放在口袋，这不是最碎的吗？哦，那前点你看到的吗？是不是没有涨停板没关系，你都可以赚10%。我跟你讲说，用这种样子资产管理配置的话，对适合你300万到500万的操作哦，不要300万500万去重压一档股票，然后中奖了你就赚到钱，没中奖你就赔钱。我们不要给人家当白老鼠，我们要自己当自己的主人。所以你要有一个肯定的一个智慧团队帮你成人做把关哈、哦。所以这个地方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一次优惠双倍回馈的一加一大二，连这个算是我在投顾界里面最大的优惠，因为这成本很高，包括两个人的分析师的服务，对你不管是国际化或国内的一些真正的操盘的方式，你是真的是 你就冒喜啊，就这样简单。那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礼拜见。那下礼拜还有什么好的股票跟大家过规划？当然有，你跟上下一档就对了。0800-3088，欢迎你把这个进财专线拨通。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跌宕起伏的投资市场，你总是被割韭菜吗？选股操作的过程中，总是追涨杀跌，挑错标的。在股票市场中，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获利是我们的目标，涨停是我们的期望。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跟着强势股赚一波。让股市霸王花和怀真带着您与钱同行。